那年我双手插兜，略微出手就达到了最高段位。兄弟们，今天我又来到了我们这个水闸，我今儿就要看看我能不能拿捏住里面的鱼。兄弟们啊，马上开里，走。哎呀，位置正好，这个位置正好了哈。啊。哎呀，不错。该上鱼了。该上鱼了哈。有可能有鱼哈。我看有没有。好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回来。哎呀，没有啊，媳妇儿。红红如爷呀、啊。真干净。那个兄弟，我炫一网吧。再没有可就野种了哈。哎呦，这是全垃圾了，可没活了。兄弟们，人都送我外号叫空军飞，难道是真是人如其名黄空军？我不相信。哎，走下面列一网，兄弟们，没有鱼是真没办法了。位置达到了哈。鱼越下越大，兄弟们，风浪越大，鱼越多。但今天好像是反的来着，风浪越大鱼没有，各个方位都换了。我说各个方位都换，兄弟们哈，它也没有鱼，咋弄？你看这，哎呀，俺媳妇都已经连续半个月，兄弟们没有吃，我开着鱼了，太难了。可以说是没见过，没见过鱼长啥样。耶，好，总能干净吗，兄弟们？他是，希望顺利。连打两网，再没有鱼，放车放心。会呀！那年我双手插兜，逮不着鱼也不怪我呀，兄弟们。努力了，没结果。没结果，就像爱情一样，有些事情你不去尝试，你永远不知道结果。尝试一番，发现除了挂网，没有其他的可能。哎，媳妇儿，当年你要知道我这鱼，你给我结婚不？啊，当年我开了鱼，没事给俺媳妇送送，兄弟们拿到手了，这好了，结把婚也开不住鱼了，咋弄？哎，难受。耶，那个是个啥？哎呀，兄弟们还拜佛嘞，还没空嘞。这是个啥？这吃了个杏扔里面了。哎，橘的，哎，打上个橘的，兄弟们。Orange， 还是个坏的 Orange， 哎。走吧，兄弟们，也别双手插兜了，也插不进去了，回家，买鱼吃吧。